有时候我们当局者迷，看不清自己身上的问题，就算别人指出来也不相信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认清自己，了解自己呢？认清自己，了解反省啊，把自己想所做的事情、所作所为好好想一想。嗯。啊，如果对方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就这么简单了。嗯。啊，叫换位思考，做人叫换位思考啊，自己想一想就可以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师父开示。